接下来发布第九名和第十名。有请，他也是第一次这么接近出道位。他就是张浩霖。今天在这里的这个结果还没有那么重要，但至少你们此刻都进入了总决赛，先恭喜。如果是3月9号的晚上，这一名之差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是出道和没有出道的区别。现在有请第十名的张浩霖。首先特别的感谢超新制作人们给我助力，然后这次这个排名其实我真的有点就是出乎意料，然后特别感谢你们，在这里郑重的感谢。这次来到这个节目里面，我其实很想通过这个节目想告诉大家，张浩霖有在好好的长大，这五年里面有好好的在改变成长。在每一次演出里面，其实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面具，是我一直很期待去接下来的一个面具，然后这个面具叫做突破自己。네자두번째장호연어떻게이렇게180도달라지지지금오늘너무잘했어요나는딴사람보는줄알았어요근데노래는좀아쉬웠던게나는랩할때는또자신감이있더라고요其实我觉得我在每一个舞台里面都在突破自己，尤其是三公，因为兄弟们真的很相信我，然后把主舞的这个部分然后交给我嘛，而且扣舞的部分也让我来去带领他们，所以当时我被信任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要练一种啥呢？练一种啥？练啥？怎么练的？又来打打，你有没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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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次，我特别的想去感谢我的三公的队友们，因为没有你们的话就没有那么完美的舞台，这次我能得到这个排名也不少也跟你们就是有你们关系，对。然后也特别想去感谢自己，是因为重新回到了舞台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认识我是透过以前的一些我参选的节目，或者也有些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家里人，然后我很希望我可以在以后的舞台上面表演上面，或者在影视的作品上面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点，然后让大家记住我，我叫张浩霖，而不只是红星的儿子。然后我也不会辜负你们给我助力，谢谢你们，我们总决赛见，谢谢。